天气预报说，今天是一个大晴天，不下雨也不会打雷，可太棒了。Hello， 我的邻居，早上好呀，吃早饭了没有？吃饭，你看我像不像饭？怎么啦？一大早上的，怎么火气这么大？谁招惹你啦？看来阿狸是真饿了，都饥不择食的拿起了大肘子。你干嘛打我？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我不是故意打到你的。看见。快快快，把剑收起来先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啊。我要吃肉，不然我就跟粉粉说你虐待我。哎，于是一大清早的，我就被阿狸赶来干活了。建一个小小的农场，满足阿狸要吃肉的愿望。话说起来，你喜欢吃什么肉呀？这个猪肉吧。是不是有点残忍啦？怎么能吃自己的同类呢？不是你的同类。挖两个并排的大坑，目前就先建两种农场吧。又要围栏把旁边围起来。哎哎哎，这个人怎么一建好了猪圈就站在中间一动不动呢？这感情是把猪圈当成自己的窝啦，把阿狸吃饭的东西放进去。对了对了，还有草垛，没有草垛是生不出小宝宝的。最后把宠物蛋提出来放进去，阿狸你就等着吃肉吧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阿狸你可能吃不到肉啦。怎么啦？因为我们没有胡萝卜做草饲料呀。Oh no!